不过出咩色我都唔紧要啦，反正我个全套鉴已经断咗咧。咁啊唔紧要啊，可以下次再努力过嘅。完咗啦，全拗好啦，唉，真系冇嘢讲。然后我又翻嚟啦，跟住就储咗啲欧肉啦。唉，都冇钱啊！我对 YYC 个游戏已经冇乜期望啊。啱啱先讲冇期望，唉，算啦，都系冇期望。今期 YYC 又更新咗呢个鬼童院啦。OK， 第一个咧就冇啦。唉，抽完啦，抽完啦，冇啊！今期咧 YYC 终于更新咗一只新嘅 SSR 啦，就系呢个元杰神。睇下有冇机会中个 SSR 啊！冇就算啦，唔想抽咁多啦。之后好似有联动咧，需要留一留翻会好啲。OK， 唉，小樽樽啊，小樽樽同大樽樽都有啦。今期咧，公主连结有公主祭典啦，咁我哋期待而家嘅次次花就终于都登场啦。彩色啊，彩光啊！紫花啊！彩色彩色，果然系有三星两倍啊，非常之欧啊！整下冇数第几张啊啊！重复啊！彩色彩色彩色，有机会有机会，有保底有希望。嚟啦！呢个系边个？啊！我好似歪咗好多其他角色出嚟啊！太好啦，出咗彩色。哎呀，又歪咗。啊！又系彩色，哇！果然系有加倍啊！次次花啊！又系你啊！又系你啊！好多石啊！你比其他角色我系咪唔得噶？啊！都唔系次次花，啊！我都估到噶啦！啊！好绝望，点解抽卡抽到咁绝望？304最后啊！彩色啊！彩色啊！冲啊！次次花，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然后我哋换永克，开开心心解决啊！唉，我可以点啊？我只可以咁样，好唔好？啊 ，OK， 次次花翻屋企啦。点解现数咁残酷嘅咧？今期玩呢个公主连结嚟抽呢个万圣节嘅镜华啦，喂，期待一下先，唔该你啦，万圣节镜华出一出嚟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唔使保底啦，黑威石，新嘢，咩嚟嘅呢个？听讲有个无心流啊，只要你唔好谂住佢咧，然后就会中噶啦，我冇讲过我想要啊，都系三张金色 ，OK， 三百抽完咗啦，咁啊直接交换啦。咁佢送100个碎片嘅，我都唔知应该讲咩好啦。唉 ，OK， 换啦换啦。好，咁啊，万圣镜话就300抽保底翻咗屋企啦。今期公主连结嘅圣诞千歌啊，终于出到嚟啦。呢个语调啊，好啦，系我哋嘅红嘴啊，嚟啦嚟啦嚟啦，千歌千歌千歌。哦。少恋妈妈，唉，系吉塔啊，唔中啦，唔中，又冇啦，都系冇啊，好惨啊，两张都唔中，我就唔信。下一张一定系圣诞千歌，嚟啦，圣诞千歌。哦，呢个系楼下，唔系，但系新卡，好可惜。竟然两张都唔中咯，竟然系咁，点解会咁样啊？嚟啦，圣诞千歌，真系好想要圣诞千歌啊！嚟啦，唔通系正流嘅，又系你啊，系伊利亚 ，OK， 冇啊，唔系啊，一等，哇，5个6等。一等，我睇好啦，一等啦，然后剩翻石就留俾新年池啦。哇，终于搞掂，非常好，好召唤出嚟先。圣诞千歌成功都系保底啦，我觉得都同保底差唔多啦。
好，成功保底。